嗨，阿北又来了。北今天介绍台湾的兰花，鸟仔花。哦，看一下哦，这刚好是它的花期。它是一种地生兰啊，它的植株很像竹子，对吧？看，像竹子一样。它的老茎、老芽，上面很容易要长新芽出来，没有？如果要繁殖的话，这个新芽就把它折下来，再把它种就可以了。那这种地生兰很好种啊，用泥土种就可以了。也不大需要遮光啊，全日照，时间到了它就开花，非常的好种。因为这一盆我没有什么在管它，都丢啊，丢在外面。哇，风吹日晒雨淋，每年入冬，哇，它花就会来，好吧，很漂亮的。欣赏一下鸟仔花。哇，漂亮的花朵。其实北架上还有一颗，看一下。这一株品种不太一样，它也是鸟仔兰的一种。OK， 好了，两个不要叫。来，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啊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啊，加订阅，鼓励阿北继续拍更多有趣的影片给大家看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